现在是5:15，我们赶一个大早去看日出，5:30准时出发，开45分钟。哎，这个酒店还挺有意思的，到处都是兔子，不知道，我估计白天兔子应该都跑了，就是因为晚上兔子都出来了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让你们看见兔子，向乌鲁鲁大岩石的晨光出发。昨天晚上啥都没充电，我航拍机现在只剩一块电了，看我今天用一块电能给你们收什么素材吧。你看了吗？那个亭子那块景就是观景的。好像是感觉我来过似的，其实我只是猜的，但我觉得那应该是。可能这条线都是。嗯。就是这高潮的超级多，然后所有的旅行团大家都在10分钟之内全都撤离完毕，然后估计等我们开到那个乌鲁鲁大岩石山脚下的时候，所有的旅行团应该全都在那边。对，好酷啊。嗯，我流鼻涕了。不，那你不可以弄到我身上。我已经好几个晚上了。哇，是的呢。我们现在看完日出了，看看那边的乌鲁鲁大岩石，就这么近。晚上开的时候特别黑，然后哇，那是早晨啊、早上开的时候特别黑，晨，结果周围什么都看不见，没想到这个大岩石就离我们就这么近，还蛮漂亮的。现在太阳完全升起来了，它的颜色也已经变了。这个角度比较好。把锁车的样子，我爸惯性锁完车拉一拉门，探个头，一拉，他这里有一个，就是说你可以骑自行车，然后呢走在这下面走，是啊，可以停的，不是租自行车，就是租的，租的，嗯，骑着车子吧，要不。嗯，不要不要，累死了。累啊。嗯。Thank you.
动，是叫摸摸它。要摸摸这个山。来了就得摸呀。不是山，石头。石头是石头，但是它真的是山，好高啊！而且好大的一块石头。好漂亮啊！你要是大嘴，真的。这里就是倾泻下来的瀑布，很好看，而且好多条瀑布。对，它每一个都可以走瀑布的。瀑布道啊，这是。我们到了。哇，我们到了。哇塞，都有点害怕的感觉，太高了。干嘛？啊哈。是的。所有人武装之后是什么样子的？走吧，走。开门了吗？走嘞。我锁门。这是一象头，这呀、啊，这石头就是象头，那是眼睛，这鼻子，你看，这是嘴，这是鼻子吗？我来解释一下，因为在桂林有叫什么象鼻山的，在中国只要是山，都跟什么象啊、猴啊有关的。Thank you.
我喜欢我的肤色，因为我自动变成了黑色。关键是这个戴上这个罩子之后真的不怕苍蝇了，真的无所谓了。虽然我估计在镜头里面应该看的是非常多的，但是非常感觉非常好。徒步的点，这又也是一个小的徒步的点。我们刚才绕着乌噜噜这个大岩石转了大概四分之三圈，然后中间还被园林的人抓到，因为提醒大家，如果在这边开车，两边是黄色的实线是不可以越过的，因为那个是土著人的土地，并不是政府的土地，所以我们就被人给揪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又开到了白色的线，停到旁边去照相，所以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噔噔噔噔！我发现我 Breeze 这个车厂的车还蛮多的，我隔壁就有一个兄弟车一模一样，然后这些都是 Breeze 的小车。啊，看看这个还是蛮漂亮的。哇，这个角度好哎！之前看了吗？那攀爬的那个线在这儿呢，哦，扎的那个锥子，还有栅栏呢。嗯，但是就现在已经不让爬了，好可惜啊。Closed， 就在那儿，还有那个铁的呢。What a shame。我估计如果要不是不让爬了的话，我今天一定会爬的。你呢？你会爬吗？你不爬来这儿，你不爬也还好吧。
个就是因为十一点以后这里的气温太高了，我们的车水温也接近快，也接近沸点，说明这里室外的气温真的太高了。我们也在十一点前完成了我们的行程。下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景色，现在还挺好看的。下午呢，我们又成功的在这个 Desert Gardens Hotel 又多续了一个晚上。关于这个酒店的故事，知道了哈。还是比较幸运的，又多睡了一个晚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吃住的问题就基本上迎刃而解。大家看一下远方的这个乌鲁鲁大岩石，今天近距离接触它其实是很壮观的。之后不知道日落的那个余晖呢，会为它带来怎样的神奇呢？等一下。再见分享。我要说这个国家公园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路面，因为早晨是天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现在看一下，真的规划的太好了，以致呢我都看不到一些什么野生小动物，觉得没有那么野，反倒没有。然后大家看一下前面的那个黄色的这个因为是他们是土著人，所以他们请看到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黄色的线，这是只是为土著人，只有土著人才能在这里停车，我们这种非土著人民是不能在黄色路线停车的，所以刚好有录到哈，停车的是土著人民，我们必须要开过，好神奇的感觉。今天本来是来看晚霞的，结果呢由于冰天，所以这个乌鲁鲁这大岩石的颜色变化并没有那么绚丽，太阳现在已经下去了，所以我们就想走一下这个 Mala Walk， 是叫 Mala Walk 吧，不走 Mala Walk， 全部叫 Long 什么的，然后结果到这边之后惊喜的发现居然有人在爬大岩石，据已经就是被禁止的地方居然有人在这爬，我们也是表示很震惊，真正的勇士坐在那边都没有防蚊罩，厉害。妈，你带一个吧。对，哇，你看这个，哎，
这些石头上面居然还有贴那个牌子。哎，要不要给石头一个特写？原来是可以、原来近距离看它这么的沧桑。哎，它像长满了老人斑的感觉，感觉像上面长了铁锈一样。对，它并不是像，所以其实还真蛮想摸一下到底什么手感的。它并不是像远处一样那么的光滑。嗯，我在远处看觉得它像一个巧克力蛋糕。我们俩是苍蝇人，我们就是牛什么招苍蝇的典范。看看那边的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夕阳。哇，真的原来是这么的沧桑。苍蝇女神，苍蝇男神，哇！我录一下你后面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近景，你给我一个近景，以表纪念。在这里。对。是怎样呢？就照脑袋。再来一个侧面。来，你给我来一个。哇哟，大岩石的。我觉得回去等我剪这视频的时候应该还蛮恶心的吧。怎么样？真好看。你这个还是好看？你是疯了吗？关键是一个人都没有啊，咱俩就是被苍蝇群攻，你知道吗？走。我们俩被苍蝇给围攻了。我刚才把手机放兜里的时候，苍蝇都跟我进兜里了。怪不得你崩溃了呢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选择这个时候来走了，已经。哦，怪不得呢，都是早晨。嗯。好神奇哦。这样哇，这样好，哇，这样一个苍蝇都没有啊！哇，有风就好了。哇，好厉害！哇，我感觉我无敌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了，瞬间都来了。我觉得今天早上在我们下了房车，天还没亮，根本就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微弱的乌噜噜大岩石的影子。然后我用那个。我佳能6D 做了一个30秒的一个长曝光，然后看到那个乌噜噜样子的时候，其实鸡皮疙瘩还是起来，觉得哇，整个这个行程还是蛮值得的。嗯，其实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石头，就像你自驾车去大洋路，不就是为了看那个12门徒是一个意思吗？是的，所以其实一块石头，不同人能欣赏出不同的美。我们在看日落的时候，有很多旅游者，他们都会一边端着一杯酒，一边欣赏大岩石的日落。其实它就是一块石头，然后在日落当中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。对。但是说实话，他们可能用很好的心态去欣赏它，就会欣赏出更美的感觉。是的，看你怎么理解，看你去怎么体验。嗯，所以还是蛮。推荐大家来亲自理解一下你心中的乌噜噜的。可能很难来的地方，它会变得很神秘，越神秘你就会越期盼它，所以期望值会很高。然后当期望值很高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你希望的、想象的那些，可能就会失望。不过还好，我觉得此行不枉此行。谢谢亲爱的。是的，非常好。我们这个餐厅叫什么呢？来吃我们的晚餐，我们现在在等桌。看一下这里的忙碌程度。